继续要来关心，位在大埔美工业区内底的热户实业制棉厂，董事长林立和事业有成，为着要回馈乡里关怀弱势，透过市长张明达的牵线，大丰县种植285箱的官苗米，获得结合欢乐两个工作，由工作单位发放给乡内的弱势家庭。位在大埔美工业区内底的立富实业制棉厂。因为当时长林立浩的事业相当的成功，所以就有想要回馈乡里的想法，就由议长张明达来牵线，捐赠了285箱的官苗米，让德佳佮欢乐两个乡公所，且公所发送给乡内的弱势族群。我们立富实业是由林立浩董事长，也是立民营造的林副董事长所建立的。那这次是他因为事业有成，响应社会关怀社会做一个 CSR 的活动，那这次我们也感谢社会局这边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我们有给竹崎乡公所跟番路乡公所总共285箱的官庙面，然后也希望来自阿里山脚下的立富公司所生产在地的一个官庙面，然后让我们的乡亲能够享有这个义举，然后接受我们的一个关怀的一个活动。伊伫个乡公所嘛，特别派人车来工厂再观苗米，由民政科科长蔡建独、交社会科科长胡美珠来带领同仁，一箱一箱的搬上车，互充满爱心的物资发送予乡内每一个角落。世新新闻曾义成、段阿丁采访报道。我讲，大概拿苏院长来加伊，就是要加伊困难，就是要加伊精神，要加伊继续往前走。去年的12月19号宣布要促成嘉义有科学园区，那今天来宣布整个科学园区所挑定的地点跟未来的发展。科学园区啊，这一块积木摆上去，等于整个龙宫大线架构能够完成。我想9月5号对嘉义来讲，会是一个未来永远必须要记得的日子，在15年后、30年后，大家就知道今天有多重要。因为今天的宣布，代表嘉义往龙宫大线方向走。今天条件已经有够，咱高铁都嘉义设站，故宫南面嘛，规个已经发展了。我真知影，安尼一大发展的速度对落着边的消防。大东东的交代，要让家己更加好，咱家己爱护发展起来。所以今仔日，咱就正宣布嘉义科学园区落脚在太保。谢谢